商嘅手法同埋服務咧，係可以繼續一路咁，即係一路咁開展曬落去。個問題就不出自於個條例寫得好，而家嘅問題出自執法不力。佢咪狂賣廣告嗰啲人，邊個有錢賣廣告？邊個有呢個權勢？佢係要靠舉報。嗱，你好似我咁，呃你咩？你咪～商品說明條例，香港一個陸地面積只有大概1100平方公里的地方，抬起頭五花八門的廣告隨處可見，由飲食、買衫、聽歌，連讀書都有廣告。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廣告入面，經常都會發現有不少的陷阱，不小心很容易就會上當。例如以深融海味鋪以斤代兩的情況經常都會發生，價錢甚至是相差數十倍。有見及此，政府當局對商品說明條例作出修訂，增加新的罪行，禁止在營業行為中更多的不良營商手法。在2012年7月17日立法會通過了之後，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就在2013年7月19日全面執行，直到2014年初，在條例就推出了這短短的半年之內，海關、消委會、通訊辦就一共接獲了接近2955宗涉及虛假商品說明等的投訴。在這個高投訴低檢控的情況之下，到底是否代表條例的阻嚇作用不足？條例依然是漏洞百出，繼續任由不良營商手法繼續蔓延全港呢？在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入面，新增禁止在營業行為中的不良營商手法，包括有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利誘式廣告、先有後轉銷售行為和不當地接受付款。到底這幾樣東西是什麼呢？我們先聽下他們怎麼說。我想報你團購的派發員，不知道什麼時候位置、啊、我們換曬位了喎，早幾天才買，這麼快就換曬位置？是啊，接下來這三個月都付過期了，但是張券兩個月之後就到期，那怎麼辦啊？那我就幫你不到了。不當地接受付款指任何商戶就有關產品接受付款或者其他代價，而在接受的時候商戶意圖不供應有關產品，或者供應與有關產品有重大分別的產品，又或者在無合理的理由相信商戶能夠在適當的期間內供應有關的產品，就屬於不當地接受付款。作為消費者買東西的時候記得要留意啦。買你看看買你的價格， LT 今天大力價999抵到嘔啊、欸、先生買你啊，一街坊好過擺貨倉啊，有沒有興趣換電話？就要這個 LT 啊。 LT 其實麻麻地的，我們現在買 iPhone 5888都有很多功能的，你看看先啦。但是價錢差好遠喎，都是我啦，都是我啦，你先啦。 iPhone 啊 LG 哪裡好的啫？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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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後轉銷售行為指任何商戶就有關產品作出按指明價格的購買邀請，而其後商戶出於促銷不同的產品的意圖，而拒絕接受有關產品的訂單，或者在合理的時間內交付有關的產品。作為消費者的你，買東西之前記住要問清楚啦。小姐小姐，有沒有最近有這個新的瘦身計劃？好適合你的。哦，我都想買。看看買看看買看買看看見你咁嘅樣，肯定知你想減肥。而家我哋公司有個黃金計劃，成為38888必減10磅以上啦。哇！30幾蚊咁貴，但係咁平啲㗎。唔緊要唔緊要，又平啲，10000蚊啫，好抵㗎。10000蚊都仲話抵啊！唔使啦，唔該曬。唔使減過啊，死肥婆！哇！咁真逼人啫，咁要平啲呢個咯。咁咪幾好。性的營業行
為，即是通過使用騷擾、威逼手段或者施加不當的影響，在相當的程度上面損害一般消費者就有關產品在選擇和行為方面的自由，以及作出某項的交易決定。作為消費者的你，在買東西之前記住要想清楚啦。哥哥仔，我想一部手機上台，有得無限上網的。沒問題，介紹這個計劃，$68一個月，零機價上台，好抵的。哇，真是好抵喎。是啊，零機價上台，我手機還送給你，是不是抵先？哇，抵啊，抵到爛啊，簽名啦。哥哥仔，我收到這個月的帳單，為何$200那麼貴的？當然啦，你這個計劃包含這些額外服務的嘛。簽約嗰陣又唔講清楚，早知我就唔買啦。誤導性遺漏即係遺漏或者隱瞞重要嘅資料，以不明確、難以理解或者含糊嘅方式提供重要嘅資料，因而導致或者相當可能導致消費者作出某項嘅交易決定，即屬誤導性遺漏。作為消費者嘅你，買嘢之前記得要問清楚啦。老闆，今期有咩新嘅宣傳策略？有啊，就買呢個高大嘅雪架啦，限買兩星期，我哋每件$10咋，係咪好抵咧？係就係，但係我哋得四部啫喎，不如喺廣告度寫清楚，我哋有幾多部模型啊？唔使啊，啲噱頭嚟嘅啫。唔該，想問呢只高大係咪有得賣啊？特價嗰部賣曬啦，搞個第二隻啦。琴日先出廣告，咁快就賣曬？利有式廣告宣傳就是商戶作出廣告宣傳的時候，只可以按指明的價格供應某人產品，而商戶沒有在合理的期間內按指明的價格供應合理數量的產品，就是利有式廣告宣傳了。大家在購買之前記住要想清楚啊。其實在這個新的條例推出了之後，不良的營商手法依然成日都會發生，我們一起來帶大家看看在這間快餐店裡面美食應有盡有，例如這個脆辣雞腿包，網頁裡面它就寫著金黃香脆的外表，內裡是鮮嫩幼滑的雞腿肉，配合著清爽的生菜和野味的沙律醬，多重滋味，一次過滿足你的味蕾。那當然你網頁底下它都會寫著產品和價格其實是只供參考的，不單止是食物，連去補習社都有機會會中陷阱。同學有咩幫到你㗎？你好，我上網見到咧，而家有張相嗰個方式數個保證班讀啊。我想問咧，你講咩成績保證計劃？我唔係好明，其實係啲咩嚟㗎？成績保證計劃就係、保障你中文 DSE 就即係唔會 fail。係咪真係想提咁多堂唔會 fail？ 你提咁多堂係唔會 fail 㗎啦，你爭咗填保證啊嘛。哦，咁我見到佢話咩？有得如果真係唔小心 fail 咗啦。咁佢可以退翻錢俾我？哦，係啊，有錢退啊。係啊，咁係咪有考乜嘢分都可以退咁樣㗎？係啊。如果考43嗰啲都係退。都係得退啊？咁佢五星星保證計劃嚟㗎嘛？哦，我想報呢個班啊。咁同學你上冇報過嚟補習社？冇啊。好啊，咁你填咗 form 先啦，填 form 翻嚟揾我啊。出身於單親家庭，淨係依靠月入$10,000嘅媽媽同埋政府嘅補貼嚟到去維持生活嘅化名美小姐，佢雖然唔願意出鏡，但係就有呢個不愉快嘅經歷啦。為咗應付公開試，佢去過多間嘅補習社，最後李小姐揀咗一間有成績保證計劃嘅補習社。佢認為就算考得差，都唔會浪費媽咪辛苦賺翻嚟嘅錢。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受騙嘅經歷咧？想齊由暑假到考公開試期間所有的課堂，咁就可以成為呢個保證計劃的學生嘅啦。但好不幸地咧，即係當我上到大概上咗兩三個星期到啦，嗰、那個老師先喺課堂度同我哋講話，其實呢個保證班咧當中會有一個考試嚟到淘汰一啲學生嘅，咁要需要成績係達到大概70%到啦，先可以繼續留低參加呢個保證班嘅。我覺得好似係一個騙局咁樣咯，點解佢嗰啲職員同埋個老師講嘅嘢可以有咁大分別嘅咧？我真係好唔明白呢樣嘢咯。
事後我哋去咗嗰間補習社，依然發現嗰個補習老師嘅宣傳單張，同樣都係寫住成績保證計劃呢啲咁嘅字眼。對於條例實施咗之後呢、這個情況，唔同人就有唔同嘅見解啦。變成一隻無牙老虎嘅話咧，咁啊即係大家就浪費咗好多時間做呢樣嘢。因為點解有一條條例出現，或者點解要再修正呢條條例呢？就因為我哋見到即係香港嘅營商嘅手法係越嚟越多新嘅噱頭，係嘛？越嚟多新嘅橋段。咁呢啲新嘅噱頭、新嘅橋段咧，唔多唔少因為消費者缺乏咗時間去細緻去諗，太過容易受到種種嘅營商手法嘅推廣，係咪？於是乎咧，就做咗一啲可能對佢嚟講咧有即係損失嘅一啲嘅決定。即係消費決定，咁所以作為立法機關，作為政府咧，都要幫市民去把關。咁呢個就係公權力出現嘅地方啊嘛。咁所以條例本身係有佢嘅價值嘅。你話係咪無牙老虎？我頭先都嘗試回應其中一條問題，就話我哋有一個修正嘅空間。你話覺得喺增收修訂嘅層次上面點成做咗更加好？我覺得目前呢個條例我係可以接受，所以我哋叫佢投票通過佢啦。咁、那個問題就不出自於個條例寫得好。而家嘅問題出自於執法不力，咁我頭先都解釋過執法不力嘅我哋所理解到嘅原因係乜嘢，咁所以喺呢個階段，我覺得呢個條例將要大幅度修改。如果係政府擺放咗最多嘅資源，我哋嘅消費者嘅文化有所改變之後，我哋仍然發覺呢條條例達到冇嘅目的嘅話，咁嗰陣時先應該去重新考慮去修改。老師 KO 聽同埋立法會議員陳家樂就有唔同嘅睇法啦。資本主義嘅消費者與生產者嘅關係以嚟都有呢個廣告嘅出現。咁你話廣告有基本你正面去睇咧，就係、是、令到嗰個所謂 information flow 咧，即係個資訊嗰個流通咧係比較簡單、比較直接，去到消費者當中就建立咗所謂生產者同消費者之間一個比較直接嘅關係。咁佢有佢嘅即係價值喺度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一個廣告行業出現咗啦，唔單止就係廣告啲嘢，就成個行業產生咗出嚟，係咪？咁裏邊仲有好多學問嘅，即係點樣促銷啊，點樣簡單講出你嘅產品嘅優勢啊，或者點樣令到你嘅市場嘅份額係透過一個廣告嘅攻勢咧係可以加大，係咪？你個人做得好嘅，可能你個份額就會縮細。咁所以呢樣嘢唔係邪唔邪惡嘅問題，而事實上佢客觀存在。亦都係存在咗好耐，亦都會繼續有個需要存在。你可以想象你個世界冇曬廣告嘅時候，你哋幾位會點？係咪？係咪你每次都走去搜集曬所有你想用嘅或者買嘅一種產品嘅所有細節，自己去做個評價咧？咁呢個咧係我相信係唔係好實際嘅一個要求嚟嘅。每個人24小時，你有幾多時間去做一個消費嘅決定嘅時候，係咁理性地去平衡、去研究、去分析，然後作出一個最理性嘅選擇咧？我哋好多時研究消費行為或者研究政治行為，我都話即係 suboptimal。其實我哋嘅 decision 唔係 rational decision， 係 suboptimal decision， 係咪？即係有限嘅空間、時間、能量、能力底下，就係咁咯。咁所以呢個你問我嘅問題，第一即係廣告佢有佢嘅客觀存在，事實都有佢理由嘅存在。只不過廣告內容有冇誤導嘅成分，正正就係我哋要規管、要監督嘅地方。我哋想消費者做一決定嘅時候咧。不要中一些計，不要中一些圈套。如果沒有規管，可能這些廣告是講到實在太誇張、失實、沒有事實根據，也是蓄意誤導了消費者，令到他們蒙受了損失的話，那這個就是我們 要去制止、要制裁的地方。因為其實你都發到一個明星效應，其實他們會不會因為這些明星效應而沒有這些過程？你說電視嗎？是電視，或者這些廣告那些廣告大的 banner 那些 billboard 會的，舊時反而不會，現在會。舊時呢未轉制之前呢有會考 A-level， 那時的生存空間很多，即不是學生量，是你補得好不好， Form 5考完你升上 Form 6 Form 7，師兄師姐告訴你，你當然有一些問人的嘛，你多少廣告都沒用的。去到 DSE 的世界完全沒有，誰廣告買得多誰多學生，因為你考完個 form six， 你升大學噶咯，你再冇師兄師姐呢回事，好少人 repeat。政府擁曬啲人去讀曬各種唔同樣嘅科目，總之唔好留喺中學啊！用盡各種方法，學校內外兼施，總之你讀副學士好，讀 dip 好，讀 U 好，即係外部好，總之擁你走啦，唔好留喺度啦。咁嗰啲人好快，你都讀過大學啦，一離開咗中學，你立即會忘記曬中學所有嘢。
你入咗會斷曬。你 Facebook 嘅 status 會即刻講我喺讀大學㗎，唔係讀緊中學㗎，即係 was formerly 咁樣，先至係個中學生咁樣。咁甚至乎你可能一放完榜好唔好之後，你都叫大學生，你已經忘記咗邊個老師好，邊個老師唔好。如果仲咁記得嘅話，你真係受害好深啊！你傷得好深嘅嗰時。咁好多人都唔記得曬嘅，咁咪佢咪狂賣廣告嗰啲人，邊個有錢賣廣告啊？邊個有呢個明星效應？所以見到最受歡迎嗰老師係冇浪藉嘅，佢哋冇幾多學生攞五星，冇幾多學生考得好，冇幾多年經驗，但佢哋有錢。例如佢老豆係地主嚟嘅有個，佢包起曬所有嘅房，即係一出道第二年可以喺海底隧道標榜買嘅，我都未試過，搞十幾年，即係係啊呢樣嘢，好係，好同意。市民係咪應該要有適當嘅批判性思考咧？即係你唔可以成日覺得海關可以放蛇咯，佢唔夠咁多人手嘅，真正嚟講，佢係要靠舉報。啊，你哋好似我講，你覺得大家樂呃你咩？你咪告佢咯，去海關話俾佢知，喂，佢個煲話有鮑魚，係啊，佢咁個字，我阿媽睇唔到喎，我睇到啫。咁我阿媽買咗個盤再翻嚟，我哋鬧完成煲飯個冇鮑魚。咁你咪睇下海關覺得咁樣係唔係可以一個檢控得到嘅？跟如果覺得檢控得到嘅，大家樂咪要改咯。可能佢張相唔可以擺個鮑魚喺度，可能佢根本張相冇鮑魚嘅，不過佢叫佢做鮑魚煲，不過我係鮑魚菇、鮑魚片、裸片似鮑魚，即係我唔知佢寫乜啊，我唔識，即係大家樂嘅盤菜。咁點解市民係有個其實市民係應該都去熟讀嗰條條例，知道其實呢條條例保障佢啲乜。咁但係你唔熟都唔緊要嘅，你覺得你係俾人欺騙咗，你咪應該去投訴。其實喺各行各業都有機會會觸犯商品説明條例，除咗我哋今集嘅主角之外，飲食業其實都有唔少人已經觸犯咗商品説明條例。就例如之前有潮州麵檔將啲豬肉搓成牛丸拎去賣，我哋可以睇下以下嘅片段啦。喂，邊位？嚇？油價都仲要50,000，我點維持啊？喂喂喂，吸埋先，唔計啦，計來計去都計唔掂咧。你話點都仲攞李強油價租啦？使驚唔使驚，我哋炳強牛肉丸全市第一，上我包知。得唔得㗎？你啲牛丸咁平，究竟點做㗎？你知啦，我啲牛丸啊，係攞啲豬肉啊、雞肉，再撈牛腥，咁整牛丸出嚟咧，啲味一樣。咁咪真係呃人！你知唔知道奶料牛丸點整㗎？真係 100% 純牛肉加奶料蝦㗎！唔通你冇睇食神？正所謂溝埋一齊做奶料牛丸啦！笨！你啊真係笨啊！咁樣點賺錢㗎？菠蘿打唔到菠蘿，老婆你個冇老婆啦！咁樣啊？好啦，試下啦。就咁話啦。奶料牛丸到。怪怪地咁嘅，好似有啲豬肉味喎。哇！豬肉當牛丸賣，或者係呃人？喂，唔掂喎，唔該幫我覺得喎。牛丸係咁噶啦，牛丸可以有豬嘅，你都識講牛啦，而家我唔食豬嘅喎。菠蘿包都冇菠蘿啦，你咁煩㗎，食你就食啦。即係呃人啊！以後唔幫襯啦。政府新聞公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對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作出技術性和不具爭議的修訂。同時，在2014年3月24日，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當中，多名立法會議員質詢政府關於條例實施的情況、冷靜期和執法方面等的問題。有議員就促請海關清楚界定發現商鋪違法的時候，責任究竟應該是在僱主，抑或是前線員工度呢？
亦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該製作另外一份簡易版的條例給市民參考，加強市民和業界對條例的認知和宣傳。到底是法律大、廣告大，定還是消費者大呢？在這個遍佈謊言的香港，都還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嗎？